今天我准备了十年，是十年。今天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计划。别唱了，等我年纪你过来又说我。 你还没告诉我解决那些乘客问题的诀窍呢。想知道啊？今天好好看着点，我教你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我们的飞机即将进入平稳飞行，稍后将调暗客舱灯光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，谢谢。 两边旅客，来呀！有人偷我钱包，他偷我钱包？我没有，不可能！你们俩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我刚刚睡觉啊，我一睡你的钱包就没了。肯定是让偷的。你无赖我，你要把先生能麻烦您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看一下吗？不能，我不方便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心虚，我们就要报警处理了，好吗？他非礼我，你这个坏人！ 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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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十年，我为了今天我准备了十年，是十年。今天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计划，今天我就要变十几分。之前的东西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就引爆炸弹。别耍花样，往后退，要都得死啊！快点，你往那么点，我跟你说话的，聋啊你啊！不是，我是不是给捏了眼了？你那说话别动！哎，捅死他！你干嘛？你呀，你嚣张了，我发现。哎哎，冷静冷静。